如果记忆能被切割，你想保留哪些部分？在未来，一家公司研发出记忆切割术，在大脑植入芯片，就能彻底分开生活与工作，上班不记得个人私生活，工作效率飞速提高，下班不认识同事，没有尴尬的社交关系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这个痛哭的男人正准备上班，每天上班前，他都会绝望的大哭一场。可等踏入公司分离层，脑中芯片接受感应，便会自动切换成工作模式。等再次睁眼，他已经忘了所有私生活，包括上班前的大哭。看着擦鼻涕的纸巾，他只是觉得奇怪。同一时间，会议室里正躺着个女人，她是刚入职的新人。按照公司规定，员工必须接受记忆分离手术，而刚做完手术的人脑中不会有任何记忆。而男人的工作就是引导新人适应。按照公司手册，他宣读了几条规定，可刚从陌生环境醒来，又不记得任何事。女人害怕极了，把他当成坏人，砸伤他后就要逃跑，可大门从外面反锁，无论怎么使劲都无法打开。终于在他耐心安抚下，女人稍微冷静下来，可因为刚升职主管，他对流程也不熟悉，索性扔开手册，以自己的经验举例告诉他现在的处境。可下一秒 Let me the fuck out of here. 他还是不信，愤怒地要求放自己出去。男人看了眼监控，并不知道上司正在镜头前盯着自己。他偷偷提示 Ask me again. What? You've asked twice to be let go. Ask one more time.原来公司有条规定，只要连续提三次离开，他们就要放走员工。于是女人如愿离开房间，跟着男人走向出口，穿过一模一样的走廊。男人停下脚步，示意她通过楼梯间离开，但奇怪的是她却不愿意跟过去，坚持让她自己走。女人有些疑惑，却还是走到了门边，隔着窗户看到外面的楼梯出口，于是她推开了门。这是家逃不出去的公司，女人看见门外的楼梯，可当她推开门，脚下还是那条走廊，楼梯突然消失了，他感觉有点邪门，没有放弃，又试了一次，但仍然回到了原地。这里实在太诡异了，他逃离的念头更加紧迫，用尽全力扑了出去。身后的男人靠在墙上，从他的视角看，每次推门离开后，女人都会主动回来，而这件事所有员工都经历过。等他终于放弃，男人便领着他来见上司。上司递过一张光碟，是他的员工档案。女人打开一看，发现竟是自己录的视频。I have, of my own free accord, elected to undergo the procedure colloquially known as severance. I give consent for my perceptual chronologies to be surgically split, separating my memories between my work life and my personal life. I acknowledge that henceforth my access to my memories will be spatially dictated. I will be unable to access outside recollections whilst on Lumen's severed basement floor.Nor retain work memories upon my ascent. 原来因为工作和生活的记忆被分割，他无数次走到楼梯间，却因为没保留工作记忆，忘记自己想要离开，重新返回上班。等回到大楼，又忘记自己曾来过楼梯，这才让他以为楼梯会消失。就这样，新员工培训结束，大家恢复了正常工作。5:01到，所有人都准时下班，因为公司要求不能加班。走出公司大楼，刚才还十分熟悉的同事立刻变成了陌生人，和工作相关的记忆自动留在了公司里。可晚餐时，奇怪的事却发生了，一个陌生人突然坐过来，自称是他的同事。男人根本不信，手术是永久不可逆的，他们不可能记得同事。同事解释道，自己取出了分割记忆的芯片，而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他毛骨悚然。 Nothing down there is what they say. If something happens to me, the things I knowYou just stay known. 这份工作月薪100,000，工作内容只用给数字分类，就跟玩游戏一样，把相似数字归到同一类别中，就彻底完成了。这么好的工作，但只有一条严格规定，员工绝不能摸鱼。可一直重复枯燥的工作，老人实在没忍住，分心抠起了指甲。下一秒，四周突然渗出黑色液体，眼看就要吞噬掉它。一切恢复平静，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下一秒，部长就立刻出现了。对待违规员工，公司有专门的惩戒方式。他被带到心理咨询室接受健康咨询，而所谓的咨询内容就是告诉他个人生活的记忆。同一时间，再也接受不了枯燥工作，女人立刻写下纸条提醒生活中另一个自己辞职。男人急了，出入口有编码识别器，公司的任何纸条都无法带出，以防员工泄露信息给生活中的自己。女人不听劝告，转身就跑向电梯。果然检测到纸条后，电梯自动实行封锁，把他困在了里面，而等待他的将是未知的惩罚。两位下属违规，作为主管的男人
也要接受相应惩罚。穿过迷宫一样的走廊，他被带到休息室，关了一天的禁闭。然而，在小黑屋的尽头，上司却突然叫住了他。他似乎已经发现男人和离职同事的私下联系了。一天前，自称离职同事的陌生人找到他，说公司的一切都是假的，而因为私自取出记忆分割芯片，导致自己正被公司追杀。男人半信半疑，却觉得对他莫名熟悉，于是冒着风险把他藏到了自家地下室。记忆分割芯片虽然已经取出，但带来副作用却不可逆。双重记忆虽然融合，但还没能全部恢复。同事开始头疼欲裂，甚至出现幻觉，看到两个自己同时存在。而就在这时，所有记忆同时涌现，他全都想起来了。这是最新科幻美剧《离职》，一上线就大获好评，豆瓣评分更是高达 8.7。 在越来越卷的时代，生活时间被工作挤压，不少人都幻想过，如果工作和生活能够平衡，工作记忆和生活记忆可以分开，自己一定会过得更好。但这部隐喻现实的美剧却脑洞大开地暗示，即使科技发展到这个阶段，资本也不会轻易放过打工人。